这一天安排的老满了。现在我们去吃晚饭，东北的特色大锅台，让你们见一见那口锅有多大，真的非常大。大鹅就是鹅，就是鹅鹅鹅的鹅。就他家这个地方叫大锅台，一饼拖拉机，拖拉机老大了，铁锅炖的。还有个假山，以前养鱼了是吧？对，他在二楼上，无苍蝇厨房，吃的放心，那挺好。可带料加工，10块钱一斤，你可以带的过来的。哎呀呀，不错呀。看这，没来呢。孙悟空嘛，是总共6点半来的。真大呀！你看东北的爆米就是玉米，是这样子，大哥。我们在东宫是吧？啊，双锅。啊，他还可以整双锅呢，我以为是这一锅吃完他会再上一锅呢，他是两锅一起的呀。对，这不是二饼吗？你看，是吧？这是大理石的，哎，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哎呀，我们到里头去看一看。我们还有两位嫂子的哥哥没来呢，我们到里头来看一看。真大呀，真的。看看，都是做的古香古色的，就是那个那个年代。1900几几年的那个年代，这样看这样大厅，还挺好看的，是吧？大红灯笼，大红花。哎呀，我刚看到这上面牌哈，这个叫8万，这个叫9万，那个是6条，那个是8条。哎，这老板真的挺想象力挺好，就是让人一下子就记住了。哎，那边是发财房，2万、5万、4万，3万，这边是麻将。看这边，原来我才发现这是北，就是麻将里头的。你看这上面都记录那个时候南京电影制片厂。你看这些，一路顺风，很有年代感。这个是那个年代我们还没出生呢。开锅了，看看。这个上面是叫这花卷是吗？对，花卷底下是排骨、豆角，还有。再拿出来。再拿出来，烫手吗？看这个，看这个，大鹅。喝啤酒了，哎，老凉快了。看看看，给它拌拌，然后是送凉菜了。这一锅，看我的手这么大点儿，这锅老大了。这锅应该有几号？看这个饼，这个是就像馒头似的，做的可好了，好吃。你喝你的酒。之前的时候我在想，我能吃很多很多很多，但你吃的时候就吃不下了。看看我们吃的，吃不了啊，这锅太大。我这嫂子太热情，这整这么多，一直往我碗里头放，我都吃不了。我吃的最多的，堆这么多。没事，明早饭都带回来。看一看，这就是你挑的，这排骨、鸡爪子、鸡，这个鸡走地鸡哈，溜达鸡，然后这个是鹅，排骨，你看这干豆角，土豆片儿的，都是。哎呀，这是啥蘑菇呀？这个蘑菇没见过。今天立秋了，我们大家都要喝一杯立秋的真，就是奶茶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。看一看，老忙了，人家这里头。看人家这小锅，这个都是人家订了好了呀，看都订好了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江叫什么江？松花江。松花江。松花江的江边儿。看看这个，他是把这个黑巴2块钱搁里头去，要进到那个地方去，他进那个洞洞里头去。你这盘太少了，周围都小。看这是江边儿，这能看见是吗？这能看着吗？这能看见吗？那是从这儿检查的，能看着吗？我。看见了吗？
是牺牲，我还是生存生活。孔明灯亮起来喽。碰到几个印度的，他就唱歌了。印度神曲演奏开始。应该他们应该是留学生啊。对，留学生。